出一个橘子，好想吃砂糖橘，但是还没到时候。这个橘子不甜，可能这时候的橘子都有这个通病吧，也可能是我买的品种问题。聚焦，聚焦。今天就晚饭一个面，还有白菜一半，啊，这个鸡腿，或者是麻辣火锅的底料放一半，这样好吃吧？太想吃土豆，再买一个。正好来家吃火锅。干嘛不住屯里边？屯多才热闹。